中秋节是华人传统三节节日，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之一。何必定各地为着要让留伫咧家乡的士大甲厝边做伙过中秋，提早举办中秋联欢晚会，就此嘛联系感情，做伙享受过节快乐。新增立社区班队伫正人面头前唱歌跳舞，感觉这里有囡仔演奏爵士鼓，让大人看了真新奇。这拢是社区精心准备的中秋联欢会节目。举办咱的吼，咱中秋的团圆吼，就是要让咱的社区的里面吼，感受咱中秋的快乐吼，啊嘛有咱弱势吼。我咧，咱感受咱中秋的一个种个欢乐气氛，安尼吼，感受大家感受着安尼吼。阮即届特别等下就是有一挂表演，就是老伙仔诶表演健身的啦，啊有排舞队，搁阮的太极拳吼，就是伊那边讲在移民啊，看讲到底新庄啊社区一年来是咧做啥物货，嘛是等于阮的一个成果展。啊咧中秋夜宴吼，咧花好宴，祝大家吼。中秋节快乐！除了这部之外，有食有饮、甲无菜抽奖，则是重点娱乐节目。好食的物件甲冰品，提供你面享用，予大家愿意行出来，甲厝边联系感情。那今仔呢啊，聚集了咱所有的这个啊班队哦，伫遮做一个表演啊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节哦。伫遮先恭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哦！啊，你来，所有吼啊，看非常咱的里面非常的踊跃。啊来，甲遮个吼，啊来，大家共同吼度过一个吼快乐的暗时吼。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，会当甲厝内人做伙度过美好的时间，更加是无价。民众伫个无闲嘛，唔通袂记哩。厝内还阁有等恁倒来过节的时段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